眼过去，停机坪上一架架私人飞机好热闹，就是因为全球科技巨头齐聚一堂，飞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，让小小飞机迷好兴奋。也蛮少会有这种机会，会有那个各家比较知名的企业来台湾参加活动，对我们航空迷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。年仅13岁的飞机迷小千抢着到松山机场卡位，因为真的好难得。AI 教父黄仁勋率先打头阵，私人飞机庞巴迪7500在5月25号晚上6:37抵达台湾，而超威董事长苏姿峰后脚也跟上，搭乘的湾流 G6501R 引人注目。紧接着在6月1号当天，高通执行长阿蒙早上7点左右抵台后，下午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、安谋执行长哈斯也陆续抵台，湾流庞巴迪齐聚，被飞机迷形容是私人飞机大聚会。比较少会一次有那么多奇特的私人飞机来访松山机场，会让我们航迷比较兴奋。私人机目前有4架以上。私人飞机呢，不外乎是庞巴迪啦，或者是湾流啦，去哪像这个相关的这些总裁，他们随行人都不少，所以呢，也比较适合用相当数量的这个比较中型的那个私人飞机。台北国际电脑展本周盛大登场，科技大咖齐聚，他们搭乘的私人飞机也意外成为飞机迷的追逐焦点。三立新闻华少平、陈世雄、刘凤慈台北报道。